今天要开箱一个不专业开箱，开箱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也不是人生中第一台，就是因为之前我都是用手机拍摄影片，然后就是某些方面会不是很方便，就想说入手一台这个。这个是 Panasonic 的 Lumix 的 G100， 然后它就是有这个手把的。对，那我们现在就开箱给大家看吧。开第一层是长这样子，然后打开是那个说明书跟保证书，就是保证书、说明书，然后在下面里面长这样子。这个就是相机的本人，相机的本人长这样子。然后旁边是他的那个握把。握把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那个充电头，还有它的充电线跟它的长背带，它的短的那个手腕带我已经装上来了，然后电池就是附原厂的一颗，我也已经装到相机里面去了。相机本人，它这边有一个盖子，它打开，它长这样子，它是类单，就是它可以换镜头的，它可以换镜头的。然后它开的方式呢是这样子转开，转开，然后它的萤幕是侧边的，对，就是有的相机是在上面的嘛。那个看的镜头是在上面，但我比较不喜欢在上面的那种，因为如果我要确认的话会这样往上看，眼神可能比较不自然。对，然后它是就是侧边翻转萤幕，然后它开机是这样转镜头嘛，然后这边有一个拨开，它就会开机。然后呢，以前我用的相机是这边有那个拉远镜的，但是这台是必须得手动这样子，这样子调整它的镜头的焦距，这样子。对，然后它上面呢，居然还有一个小的闪光灯。然后它这边那个这个是录影键，就是做的蛮大颗的，还蛮方便操作的。然后这边就它的转盘嘛，然后快门键，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调，就是对，我不知道它功能是什么，我不是专业的。然后这边有一个按了，它可以直接就是传输到手机，它用蓝牙跟 WiFi 吧，就是可以直接传输到手机去，非常方便。因为我习惯用手机剪片。然后刚才讲到就是它是类单嘛，它可以换镜头，它还蛮轻的，它加上这一支脚架也才400多公克，蛮轻的，女生拿起来应该蛮 OK 的。然后它后面有一个电子观景窗，然后它这边录影的时候就会，它有那个收音的，所以它就会在这边显现。它收音很厉害的是，它上面呢有三个孔，它是那个 Nokia 的技术的那个收音的，应该有一点年纪的人就知道 Nokia 是什么吧？你们以前应该也用过 Nokia 的手机吧？对，但 Nokia 蛮厉害的。然后后面就是它那个操作的界面的转盘。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它有支援 4K， 对，画质还不错，而且它里面它有美颜的功能哦，就是对，很需要。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哦，对，我把这个装上去给大家看。那这个手把还蛮方便。就是可以这样手持嘛，它这边有个那个拍照键，然后这是录影键，它旁边还有个休眠模式。然后它使用的时候呢，要打开这个，然后把这条线插在充电的那一孔上面，
这样子使用，所以这只手把是吃相机的电，对，然后它也可以做一个小脚架使用，就是可以这样子，对，然后呢，因为很容易，通常这种脚架会有一个 bug 嘛，就是你可能要换电池或换记忆卡的时候，就是你必须得把脚架还拆下来，但是这个不用，就是它这边可以直接打开，可以直接打开做更换，不会有挡到的问题，然后那个电池跟记忆卡都在这里面，然后它上面还有个那个做热靴，就可以插毛毛头啊或闪光灯之类的，对，很方便，很推荐这一台，因为它蛮轻的，然后它以这种小相机，就是专门录 vlog 的相机来说，它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是因为它可以更换镜头，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拍棒球场之类的，那如果是固定镜头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完全满足我其他的需求，那可以更换镜头，那以后如果我其他需求就是只需要换镜头就好了，就不需要可能还要再另外买其他需求的相机这样子，对，我觉得蛮不错的，然后它界面操作上也算就是不会到很困难，对，就像我那种三 C 白痴也还算能上手，对，那我就换这台相机录给大家看看，大家觉得跟手机的收音哪里不一样，有没有差别这样子，对，那就先这样子咯，哦对了，它的那个收音模式有自动嘛，然后人像跟前面前向收音跟后向收音，还有那个环绕模式，就是蛮智能的，真的很方便，就是你不需要一定要外接那个麦克风才收音比较 OK， 当然外接效果一定更好，但是这台相机内建的其实已经蛮足够使用的了，对，那我就换这一台相机拍给大家看看。嗨大家，我现在改用那个相机录影，不知道大家觉得收音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我自己听的感觉就是我听手机录影的影片跟相机录影的影片比较起来，相机的会比较清楚一点，人声会比较清楚一点，黑米来凑热闹了啦，然后手机可能就是比较杂一点，因为它还会就是收到就是其他声音这样子，对，然后就相机因为画质很好嘛，所以那个皮肤看起来就是很清楚，你有什么瑕疵看起来很清楚，相机用起来就是蛮不错，但我还在摸索，因为我昨天才收到，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出门嘛，所以还没办法出门实测一些它的防守阵啊或是拍户外的感觉，那等就是疫情过后再找时间拍它的实测影片，那今天开箱的影片就到这边，那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是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就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诉我们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那大家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按赞分享，那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拜，要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吧，拜拜。